原来，这个舞蹈是我们之前答应你的。本来说想等你夺冠了，大家一起用这种方式给你庆祝。可是等你真的得了，大家就不好意思了，就没跳。现在我们把欠你这支啦啦队舞还给你，老袁，回来吧，我们都在等你。归队吧，你不要再逃避了。你知道你自己根本就离不开柔道队。学姐，回来吧，学姐。是啊，学姐，回来吧。回来吧，学姐。回来吧，学姐。你们是怎么想到要给我跳啦啦队的舞的？还不是江顾南，之前拉着我们东打听西打听，问你以前训练的事儿，我一不留神就把啦啦舞的事儿给说了，然后他就拼命地说服我们用这种方式鼓励你回来。嗯。不过没想到啊，我一个游泳队的，穿上你们柔道队的队服，居然有一种归属感。可是，医生说我……这个嘛，哎呀，其实就是江顾南联合爸爸和舅舅一起骗你，就是想刺激你一下，让你知道柔道对你的重要性。舅舅，这回你该相信舅舅的演技了吧？江顾南呢？江顾南大人呢？江顾南呢？呵呵，你猜？他往出口那边走了。江顾南，你等一下。女王，大佬，我错了，你不要打我。停下来，我不打你。鬼才信！哎呀，停下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那就保持这个安全距离说话就好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你说服甜甜他们跳啦啦舞鼓励我，也谢谢你让我意识到。我其实并没有放下柔道。突然变这么煽情，超奇怪。我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心话，所以，我现在可以揍你了吗？